每周三五，林宇峰要开两小时的车上山。他是嘉义阿里山乡达邦部落的社工师。白毅可能误会了，他以为这个是媳妇的药。谁的名字？有烧焦味呢。有。这个很危险。这个已经有一点超出我的专业了。对，嘿啊，我回去跟技师讲，有没有办法这个部分先施工？对，这个我们请专业的水电师傅来评估。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那么多事情，但是我要愿意去了解所有的细节，然后才会看到他真正的问题。白毅，来看你啦。哦，来，我找一个最重要的东西给你看，这个是。你的钥匙哈，嗯，他最常跟我讲，就是他以前有某一次送下来住院，结果再回家电视都不见了，我们把他钥匙、个人物品都带来，啊，让他放心。态度对了，真正的需要就可以被发掘出来，而不只是发钱给物资，社工就是爱心，不只是这样子。两年来的相处。他已成为部落长辈心中的支柱。希望你永远在这里，我有没有服务啊？好的，我也希望我可以。基金会，只要基金会支持。来，小心哦。哦，慢一点，一次一接就好了。好，一次一接就好了。达邦部落位在嘉义县阿里山乡，距离嘉义市区两小时的车程。是邹族聚集的最大村落，但随着年轻人口外移，居住人口也还不到一千人。92年的时候，嘉义县政府刚好在推长青活力站，也就日托，从达邦那边我们开始就，派了一个社工员在山上。天主教中华圣母基金会从15年前开始，在资源匮乏的阿里山乡。设立长青活力站，每周三五固定会有一名社工来到这里，照顾部落长辈。庆州早啊，早，走走，出发喽。吃早餐了没？你坐前面，前面给你坐。好，谢谢。嗯。白毅早啊。还好啦，没有比你早。早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辛苦啦。春美今天看起来比较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我就是走路的时候脚很痛。最近才这样子吗？活力站里的长辈最年轻的60岁，年纪最大的80几岁。他们把来活力站当作上学，把社工员当老师。只不过来到学校的第一件事，量血压。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有事情，我没有办法跟你们一起热闹。哎，好可惜哦。那你等一下要去哪里？我回要回。长辈们会有时候会说，好像蛮在意出席率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长辈们会念哦，会说，哎，那个谁谁谁，你多来上课啦，你怎么又没来？对。活力站除了让长辈多了互动的机会，也让社工林伟峰第一时间可以了解长辈的需求。今天早上没有吃，因为已经吃完了。如果我对他们来讲只是一个来工作的角色的话，那可能那个关系就会比较疏远。那就算我带着什么样的资源进来，他也可能因为担心、害怕、有疑虑，所以不肯接受。林伟峰从事社工工作11年。2年前被派到山上，一句邹族语都不会说，很担心无法融入原住民社会，取得长辈信任。刚刚服务员跟我反映说，那个白毅的血压值都大概都150、160以上，而且都是红字。白毅，因为你血压最近都蛮高的啊，那个洪医师啊，洪医师10月初有开药给你。啊，我怕你会漏了什么药，我今天去你家帮你看看，可以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哈，好。那医生也来到家里了，
但是这样的问题还没有改善，所以一定是卡在什么地方，对，一定是卡在什么地方。所以那时候直觉就是，可能我需要来看看居家环境。百亿，啊，你慢慢来，你慢慢来，不要着急。这个是你的药吗？不是哦，不是哦，媳妇的哦，媳妇的哦，所以不是你的药。这个是白蚁的药，这个不是媳妇的药，这上面都是白蚁的药。一般的芝麻都。对，这都是，这都是我帮白蚁注记的，哦，这个一天半颗早上，哦，一颗早上，所以白蚁可能误会了，他以为这个是媳妇的药。这个药是一天一颗，然后有30天的量，所以今天应该要吃掉14颗，14颗这边应该要剩16颗，1234567891011121314141415161718，也是有漏吃，有漏吃。这四包药都是你的药，你要记得吃。哦，但是哦，有一颗药，这一包药你记不记得？这一包药你一次吃几颗，你记得吗？不记得哈。林伟峰发现，这一包药一次只能石奶奶搞不清楚自己要吃哪几颗药，决定先帮石奶奶。把药的名字写大一点，放在伸手拿得到的地方。好，白蚁，我把你的名字写大一点哦，你才不会以为这是媳妇的药。十年樱，谁的名字？不要让白蚁觉得我来他家好像是来盯他，来念他，或者来责怪他，好像说你怎么没把药吃好？热水器旁边吗？对，那个之前没有把你的名字大大的写上去，是我的疏忽，我现在把它补上了，好不好？哈，那白蚁你就知道了哈。好，那我会再跟你儿子说，我们再来讨论以后怎么帮忙白蚁吃药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拜。要帮你关门吗？不会的，不用啊，我要记得带走。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那么多事情，但是我要愿意去了解所有的细节，因为从这些细节了解，我们才可以深入长辈的生活，然后才会看到他真正的问题。上次来齁，遇到那个你儿子，那个是你的大儿子还是小儿子？大儿子。大儿子。齐宗爷爷跟长辈奶奶住在山上的铁皮屋里，仅能遮风避雨。因为春梅奶奶一次的小中风，才让伟峰注意到了他们的经济状况。今天伟峰要来帮他们申请低收入户的津贴，以及修缮房屋。我来帮你们算算看。哦，重大伤病4个都没有了。第一个要件，平均所得每人每月要低于12388。我们先来算一下这个，也就是说，你们家有几口？哦，然后你们家4口。正当伟峰仔细地算完爷爷家的经济状况，是可以申请低收入户时，所以你们有是不是？对，我们两个都有啊。哦，之前来那个白蚁家访视的时候，然后因为是那个白蚁的大儿子，好，来跟我咨询那个低收入户的资格条件、申请状况，然后他告诉我说，他觉得他们非常需要，因为还没问我啊，他没有问你，他没问我，是我的疏忽。拍摄完隔天，伟峰再度确认齐曾爷爷低收入户的身份，发现爷爷误把现有的身障津贴认为低收入户津贴了。啊，电表不是要装在房屋墙壁上吗？哦，真的呢。那我们就进入第二件事情啦，好不好？房屋要来修缮嘛，吼。对。你就靠这一个，再把它分到电视机，然后就分到这边，所有的电都是从这一个出去吗？对对对对。哇塞，电锅也是靠吃这一条，对，电视也是吃这一条，对，电扇有电扇吗？没有电扇，这里没有，因为全年都是冷的。对，吹风机。对对，这里白天晚上真的是蛮冷的。有跳电过吗？有。这个跳常常跳的，一定跳的啊。这个会跳。哦，这里有一个小，对，有一个小型的保险丝，有烧焦味呢。有有。这个很危险。
这个已经有一点超出我的专业了。哦，走上面。我用录影的好了，我用录影录一下它的线路是怎么走的。对，这个我们请专业的水电师傅来评估。从健康的问题先被关注到，对，然后来到家里就会发现，其实很多东西，环境如果不去改善的话，光是不断的给药或者不断的带他下山看医生，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办法真正改善的。他真的很仔细，而且很细心。我的意思说，希望你永远在这里，我有没有服务啊？好的，我也希望我可以，基金会只要基金会支持。没关系，其实我待会只要能够估得出这个房屋跟它的大概的距离，所以申请社会福利就会过。但是因为伟峰的用心取得长辈们的信任，也愿意当伟峰在山上的帮手，协助第一时间处理紧急事件。白毅，你昨天有来吗？有啊。大概十月初的一个下午，他们两个就是都会常常过来探望一下白毅。然后就来的时候发现白毅身体很虚弱，已经没有办法下床，然后状况很不好，然后那时候就赶快紧急联络我，然后他们同时也联络医疗站跟救护车，然后就把白毅先送到医疗站。那医疗站初步看过之后觉得不行，一定要下山，到大医院去治疗。你看那一天就是情况比较紧急，走得很急啦。他的棉被就在这边啊，因为他已经在底下爬着啊。我是3点多过来。你跟这个石奶奶住得很近吗？你看他就好。上面。你在上面啊？对。要走多久下来？没有多，2-3分钟。钥匙好，能够带给他，带给他好了。等一下，我们来看看，如果是就幸好有他们，及时发现。如果再晚一点，等到礼拜三他没来上课，那我才来看，那已经是2天后的事情。他生病的时候，我分掉，我照顾他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随时过来看。OK。啊，伟峰叫你照顾他，你就照顾他哦。不可能拒绝他，因为他人好。好，那就这一包。那我们就这个带下去。这个是真的。所以我觉得，社工要做得好，不只是自己要做得好，需要这个社会所有的人一起来帮忙，一起来合作。可以吗？可以，这个我拿了。伟峰与长辈收拾完换洗衣物后，立刻开车下山探望住院的石奶奶。白毅，来看你啦！谁来了？谁来了？那个是谁？昨天晚上我有过来一次，但是那时候急急忙忙来，他看到我第一句话先问我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”可见他就是有一点害怕啦。然后这为什么会被送来，他可能也搞不清楚。啊，你昨天不是说怕家里遭小偷吗？啊，来。我把你的随身包包拿来了，你不用担心了。来，我找一个最重要的东西给你看。他心心念念的东西带了。哒啦，这个是你的钥匙哈。我把你的门都锁上了，锁起来了。你放心，不用一直想，好不好？你在身边吗？家里有没有那个外衣？没有，我们有帮你关灯，帮你折棉被，啊，义燕、白毅有帮你倒垃圾。对，就是因为下半身这样不能回去山上，脊椎工作受伤，自己的复健了，没出，邻居说2天没出来，刚才去看嘛，就也出事，就是叫救护车来，很难得有这个北风。互相帮忙，很感谢。对，因为你们也过得很辛苦啦，我知道。机构有事还是会直接联系家属。那如果说家属无法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，也就会找我。他就是喜欢这老师。他喜欢这个老师。对。拜拜，拜拜。
好，再来看你啊、哦，再来看。你什么时候回家？等你，你要身体好才回家。对，等你可以体力好了，可以走路了，我们就回家，好不好？好，要加油哦，加油。嗯，好，好。